来看到领导青年前进的非营利性组织，每年举办青少年户外暑期夏令营，而第二次担任夏令营辅导员的大学生李宇轩表示，丰富的活动设置是这个夏令营吸引人的一个亮点。而 LYF 夏令营每年主要围绕着领导能力、自我认同、社区责任以及团队合作这四个核心为主题。我今年已经是在我们组织参加了差不多第八年了。我们组织其实我觉得是很代表我们第二代的台美社会，因为我们融合了一些比较在美国比较难得接触到的台湾文化，而且也融合了我们美国一些比较传统的夏令营文化。好像我们美国很多夏令营会有萤火啊，然后萤火会唱歌之类，这些我们都有。可是我们也融合一些台湾的文化，像我们会有夜市啊，然后也有做一些台湾的小吃啊、美食，好像做汤圆、做马吉。我们这个夏令营已经办了差不多35年，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我们第二代的台美人，而且也是对我们第一代还有在台湾的我们的同胞们，能够感觉都有一些亲切感，而且也有一些社会认同感。